继续来看广达科技公司进前吃买个，因的董事长林碧丽才真拍手发出着5000万的现金奖。啊，即卖予广达的员工更加痛的是，因的年底奖金上悬会当领到7个月，但是有一挂企业就歹过年了，休无薪假。劳动部来公布着即期无薪假的人数将近10000人，比顶一期加出着1000多人，其中有3间。资讯电子业是第一届很无薪假，上主要是因为外销的订单大大来减少，只好是先很无薪假来度小月。头奖有30万元，30万元，谁想要？30万，10个，30万又10个。所有的同仁们，你们可以笑出来没关系，笑出来，对。无笑未使，无笑出来会着来伤。因为加买两买几大奖，广达内部先发布年底奖金2.5倍起跳，上悬7个月。而且去年12月开始，全体员工结构性调薪水，无同职位加偌济嘛拢无同。你若是被指定的员工，加3000块。会当遮尔大风，因为广达去年开始徛伫 AI 的风头，食速风。广东就是可以，对啊，你看人家上好谈啊，上好谈，上海滩啊，上海滩，龙包，龙楼。广达伫 AI 的地位，话题会跟动。严格受企业去和减班休困，影响一个民有民间。劳动部公布即期实施减班休困，有361间企业比顶一回加47间，人数将近10000人，比顶一回加1544人，大部分拢是制造业，搁加3间资讯电子业。超级本实施，订单不稳啊，或者是订单有减少的状况，基本上并没有特别集中在某一个产业链，所以还是回到个别事业单位的一个情况。劳动部表示，因为外销的订单减少，技术减班休困的人数变多，严格企业减班休困暂时休到1月结束，2月先给员工好过年，减班休困的代志3月才讲。看明仔过年，食落巴肚会发过，更袂当予大家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